大家好，帅哥，这个大姐住这儿啊，自己发了一个小面肥啊，因为那个这一两天呀，是不是在家里边用那个酵母，发的那蒸特别好，大姐不太服输，因为去年的冬天的时候，她自己发过一回，哎，不是，用我妈那面肥是吧？对，不行，说盖上那面肥死了，怎么着，给冻死了。大姐就是不太服输的精神啊，自己发了一块，一会儿看看发怎么样啊，已经经过半天了，看怎么样，能不能蒸好了啊，大包子。哎妈的，这可是我的天哪，是吧？这家伙剩了点事儿，这是自然发酵，不是剩，我们是特意让它剩的，就想试试这个自然发酵的这个能不能发。不赖呀，自然发酵的。你闻，真酸呀！哎呦我天哪，臭鸭子味儿一样。去你！这你是什么馅儿啊？就是那个水芹子呀。啊。嗯。又特意剩了点是吧？完了这个发的面真棒。试试这个自然发酵怎么样？嗯，这家伙今儿来点新鲜的呀，上边用那个酵母啊，蒸了两大锅，这用那老面肥，真发起来了是吧？越发越大，真是越发越大。快点剪，开始吧。哎呦，还是这夏天好发呀，咱们冬天那回是失败的状态是吧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冷，就是冷。那个面也那个是不行。对，我妈拿来是吧？这，而且给冻死了。搁冰箱现在太大了啊。一会儿看看啊，用老面肥蒸个包子呀，跟那个酵母的比较比较是吧？哪好吃？应该还是就说老面肥好吃的吧。好嘞，面香味儿更浓。一会儿看看啊，没有酸味儿，甜着也是那种香味儿，嗯，香味儿，碱味儿，酸味儿的。来，你闻闻是不是香味儿？真就是那个香味，我不懂啊，跟那什么真不一样。好，咱顺过来。嘿，没有刚才是不是香了？挺香的，不酸了，是吧？嗯，真棒。不服输的精神，这家伙刚吃完那个是吧？发面了，那个酵母弄的，然后这家今天又开始做这个自然发酵，这味儿是香啊，香甜的，真不赖。又开始蒸了大包子，是吧？这些东西啊，全给它闹了。全闹，吃去！这家老面肥发了大包子呀，开始蒸了，包完一锅了。嗯，晚上还喝点呗？喝点就喝点。你乐什么呢？你看这小色儿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，怎么那么黄啊？我们首先剪那个剪割的多，再一个和面的时候搁了一个鸡蛋也有关系。真有样啊！哎呀，不赖瞅着，马上就熟了，快了啊！嗯，焦黄的，真漂亮，我头回吃这么黄的，这回真的熟了。哎呦，我又黄了，直接开搓。哎呦，我的天！这家伙，整个煮一锅鸡蛋，瞅着怎样？焦黄的，行了，试试毒。我先试试毒，没问题。这家媳妇开始给我先弄一个，说让我试试毒啊。成不成功啊？我先尝尝啊。好嘞，来喽！这家焦黄的，不是，应该说不知道，以为贴的弄的棒子面儿的呢。就味道怎么样？我怎么感觉是死面儿的？大姐，这怎么感觉没发起来呀？还硬啊？那还没发起来？丝着呢。我尝尝，我有点不信你。咋回事？没有酵母发的好，没发起来，硬着呢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你们大家给评判一下，咋回事？怎么又失败了？怎么又失败？那面发那么好，怎么又失败了？你看，没发起来，里边还瓷芯呢。天哪，跟死面一样。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就跟一模一样，你看。哎呦我天哪！怎么回事啊？好吃是好吃一样，但是说就是死面的。明明看着发起来了啊！你们快给找找原因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两次都是这样，发得很好。发面。大姐说原来在老家也发得可好了。不行，大伙儿可支持点吧，怎么发面 ？Later。反正那天那个大包子是给蒸的黢黑、梆硬。
今天赵女士说，我们伙伴又来给我弄的小那个水芹菜可好可好了，说给冻上可惜，继续发面，这个又是发起的面瘾的，你们看看，就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叫发了？这是不是叫发了？是吧？就是叫发了，是吧？没毛病吧？我们每次做的没毛病啊，为什么一弄完了它就弄得黢黑呢？今天我们继续和面啊，继续发，我就不信那席，他也不信，他也真不信。继续固执这点面，就不服，就不信，谁也不服。少搁一点点糖，我感觉我们哪个步骤都没有问题。为什么他就没能好呢？真是的呢，这是天理不容。天，别上火啊！面和不好，说这回发不好都要不活了。你说把我吓得，还赶紧安慰，可别这，好好的啊。必须得成功啊！哪个步骤错了呢？你看看都没毛病吧？现在是晚上8:30左右，我们和好面这一宿怎么也发了，像现在这种温度，哦，扣上，不服输的精神啊！行不行？反正我也真不懂，一打开盖儿就闻着一股酸不溜丢的味道，不是什么好味儿啊，这啊，来吧，今天老赵说了，不成功则成人呀，别去啊，没事，咱还有美好的日子需要过啊，咱们不行咱明儿咱还今儿干，这个少搁点，上回一下那个小苏打搁多了，这也不会估计多少克多少，搁这先弄水，要不然弄不匀。就这些就行。这些就行了。嗯，有人告诉我一下啊，就搁完那个小苏打，然后那个面尝着甜甜的，不是酸的就可以了啊。这家一点碱面也不浪费呀。我们准备把它弄在面板上，夸夸就使劲揣和。开始用铁砂掌，我们开始揉搓它。经过再三尝试，我们感觉应该差不多了，中间又加了点碱面啥的啊，再扣上，再给它焖会儿，醒会儿面啊。谁回来了？哇，他来了。嗯，小馅儿一和，我们家这小馅儿绝对没问题啊，主要就看这面了，这馅儿绝对是成功百分百。醒好了再继续开揉，现在目前一切都是那么的行云流水，都是在正常的运行着的。开包，一屉儿完成，进行下一屉儿。这回都弄完了，程序是那么的一样啊。扣上锅盖，再给它醒多长时间？十分钟。醒十分钟，再开始开火。媳妇儿怕我不爱吃包子了。不会啊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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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特意打了一个鸡蛋汤，不错呀。主要是我那意思，这包子必须得给它蒸成功了，这回。嘿，目前看着还有一两分钟啊，马上出锅啊。目前是白的啊，不黑，不跟石头似的啊。大姐讲话，今儿拽哥都没信心了，不敢上跟前来了。我真怕跟大黑石头似的，那家伙吃的瓷不唧唧的，还硬。今天吃的是最简单的一餐。简单吗？挺好，我就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。吃饭吗？包子马上出锅啊！还没熟呢，都着急了。赵女士，你害不害怕？看看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这回是真发起来了。这是正经大包子啊，发面大包子呀。这酸不酸，咱就不知道了。发起来了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水哥。今天吃大包子啊，继续吃好几天包子了，头一两天好像有一天晚上弄的啊，必须得说好吃啊，必须得说成功啊，对，先来个尝尝啊，汤不错呀、啊，什么包子啊？包子也倍儿棒，包子也倍儿棒，我把这坏了吃，就是感觉就是没好像还是不行。
朋友们，因为我们在北京怀柔住是吧，好多粉丝给我发私信说那个水芹菜这东西特别好，挺珍惜的是吧，还有叫野芹菜在山上长的是吧，啊，还有叫那个铁杆芹菜，有人说是不是叫铁杆芹菜，真不叫铁杆芹菜啊，铁杆芹菜是家里边种的那种是吧，对，水芹菜野芹菜是野外的野菜啊，每天我带你们免费去掐个野芹菜去啊，每天我们去一圈，因为我们有伙伴他们老家就有这个野芹菜，他都给我掐回了两回了，掐两回了，我下回我必须得我们亲自去掐一回去，如果你们离怀柔近是吧，可以自己去自己掐点啊，因为买这说心里话也挺贵的，6块1斤的，嗯，我快吃，我也半天没吃呢，你看看这是用自然的那个发酵方法做出的包子，你快拥抱一下大姐，太棒了！大姐真棒！大姐觉得，我觉得这样就算发酵，那微宣的那是酵母那种宣。对，大姐那意思要蒸不好都特别自责，然后呢，今儿又怕蒸不好。大姐蒸特别好，大姐说那意思，让它蒸特别宣的那种，发的那种的。成功了。不说也不好了，我大姐都吓蔫儿了。主要不是说那什么呀，糟的东西也怕，一点都没糟的。哎，大姐，特别好吃，比那个好吃多了，比酵母的好吃。不是真的啊，太香了。还有人提醒说，那野芹菜必须焯水，不焯水这味儿太，知道吗？这呛人那意思。做馅儿不焯水也没法吃。对。啊，哪天我带你们去看哪儿有免费的，咱们能挖点，咱挖点，真的可好了啊！好，成功了，特别棒，真的、啊、特别成功 啊，巨香！好了，我们吃包子了，真的跟哪天带你们去挖啊，跟酵母不是一个味儿啊！对对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